哦，哇塞，好肥肉。左手飘来，右手传，回族翻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我是边，我又来了。计划菜谱想一夜，粉丝送来帝王蟹，清蒸保留海鲜味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开干！今天收到个大包裹，大到离谱，抱都抱不动。这个包裹是粉丝寄过来的，感谢这位粉丝啊，破费了，破费了。哇塞，这叫传说中的大牌啊！换句话，换句话，哎，这个泡一泡不是换句话的，一定是换句话。小泡还是换句话，这个话不是的，也不动呢。看到颜色的时候还动的哈，耶！哎呦，好扎手，哎呦，全身都是，哎呦，看还能不能抢救过来，加点水。也硬是不动了，这也不能够人工呼吸噻，在嘴巴那里噻，啊！这个爬海背后全是倒刺啊，非常的锋利。这个大爬海我还是头一回见哈，说来都惭愧。这个蝎鳍是软的哈，跟其他爬海是不一样，其他爬海是梆硬的。你们看这个钳子啊，一个大一个小，这个估计是来吃饭的，这个是来打架的。哎，那哪个手是用来点赞的？好像在你们手里面哈，用刷子杆洗过澡。刚刚发现还有盒鲍鱼在里边。这个粉丝朋友太用心了，再一次感谢。这些鲍鱼都还是活的哈，还粘你的。切点姜片葱段，用来垫底啊。盘底垫着葱段、姜片，放入泡海，给它摆个造型。再放点姜片、葱段。阿哥，点火了，要点开干。加入清水，放入姜丝，先烧开，放入真格，放入泡海，哎呦，上锅以后蒸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切点姜丝，泡海内都偏凉性啊，吃的时候放点生姜驱寒，切成可口。现在调料子，香醋、姜末、蒸鱼豉油一点点，再调一个香醋、芥末。今天我们就调这两个口味，鸡翅一道，开锅！哇塞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漂亮了，哦，看，哎，哦，好烫！就这个清蒸帝王蟹，我厚几点皮？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，么么哒！来哟，亲哦，要得，看看。啊，我没见过啊。嗯，从来没见到过。我都是腿腿。哦，这个帝王蟹听他们说全部吃腿腿啊，这个 KK 那边苗都觉得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就品尝这个 KK。我下刀子，真不赖，没吃过，没把我弄割下了。哇塞，这个肉好饱满，拿它蘸一下这个，蘸这个。锅满嘛，锅满嘛，锅满。我上这个节目。哦，好香哦。哎呀，这个劲不得了，啊，对吧？好嘞，海鲜，顶级海鲜就是了。我尝这个，这个好点，这个劲不有点冲。你尝不尝这个劲不？对呀，眼睛都要呛出来。哦，哇塞，好肥肉。来，我你要漂过来弄，我小点给你，漂过来挖进去。哎呀，看得过瘾，那么跑嘛，看跑，那么。好几次，我们泉州这边肉还轻一点啊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其实这个原味的好吃啊，原味已经有咸味了哈，就是海里面生长的。这个吃的好吃啊，这个扎手的很啊。哎呦，你专门给我剥就爽了啊，幸福了哈就。哦，好哦。嗯，会不会是那么大盘啊？哎呀，爱不？好，我爱吃，最近我从来没吃过。必须合适，好多肉。以前我吹过牛哈，我说我成了大胃后，也来买过帝王蟹吃啊。结果这个愿望粉丝帮我实现了啊，感谢这个粉丝啊。但是我给你整点我们这儿特产，回礼哈，回礼。来，把这个盖盖打开，一起做蒸笼。哦，哎呀，我的天啊，我。全是这个叫啥呢？叫膏啊！哎呀，这是胃，这个是胃不能吃啊！这个里边东西全部可以吃的哈，干我事啊！
오. 나는 좋아. 这个 好了，剩下的就给小米啦和屋里边的人啊留着哈，他们都没吃过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也喜欢我，弄起喜欢观众们，我是三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